复盘是围棋中的一个用语，意思是将下过的棋重新推演一遍。放在生活中呢，就是在脑海里对过去所做的事情重新的过一遍。自从8年前成为一名地产经纪人之后，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都会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一次复盘和总结。这8年来，通过帮客人买房卖房过程中结识的人、遇到的事，让我对人生有了更加通透的认知。我叫丹林，我的团队专注大洛杉矶地区的房屋买卖，我们讲中文和英文，协助贷款、远程购房等一条龙服务。2012年，怀揣着一个美国梦，仗着一颗勇敢的心，带着一儿一女，我来到了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从零开始的生活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丰满的理想和骨感现实之间的差距。命运给我的剧本，每一个章节、每一个标题、每一个标点符号文字都需要我重新来谱写。为了兼顾接送孩子，我选择了时间比较自由的地产经纪人工作。接下来参加公司培训、带客人看房、接送孩子便成为了我生活中的全部。一步一个脚印的学习和实践，从新手小白到拿到全美名人堂奖，渐渐地成为了身边人心中励志逆袭的典范。妈妈曾经对我说过，只要拥有感恩、真诚、学习力，那么人生就不会过得太差。我坚信活到老学到老，时刻保持自己的大脑九成新，才有不被时代淘汰的底气和自信。工作中我曾经遇到过很多困难和瓶颈，但我深知凡前进者皆有困惑，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焦虑和迷茫，而行动向前是唯一的解药。小成靠勤，中成靠智，大成靠德，终成领导。我是丹林，您身边可以信赖的房地产经纪人。